传说对决。去个厕所、我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，因为我记得我关台的时候，我的 BOD 就是弄好了，蛮快的。去看一下，还是要我去设定啊。串流它会不会自动储存 BOD？ 我问一下。哦，它现在处理中，好酷哦，可以耶！戏友回娘家，大家安。但我也蛮喜欢在那个、那边开的感觉啊，感觉比较封闭，比较自由一点。感觉在 Twitch 就被限 ，Twitch 有点就看到别人在开，就反而自己不想开。哦，谢谢托托魔，感谢两个月 ，I got in my style。外赛都狗，感谢两个月，我要上个厕所，等我，等我。我锁定你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七六的招靠！不要听我厕所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色情啊！我先用高压帮补，然后再用马桶冲我的帮补。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看爆料公社 PO 那个影片，然后我就把它转贴到我的 YouTube， 超好笑的。他就讲说一只狗狗啊，那个被收金，然后他讲一些很靠北的东西，我找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找给你们看哦，在最近 PO 的吧，才 PO 没多久啊，怎么可能不见了？找不到啊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那个影片靠北，
什么时候打盆真前十？大概下周吧。选择英雄。啊，忘了开录影。利多桑卡，请说，请说，请说。我觉得两边跳着看的话，我会不认识，我没有办法退取跟 YouTube 的同时对上，就因为 ID 不一样，不好用吧？让我享受此刻的宁静。玩星图选元氏，对面抓元氏对呛说选元就不出门，丢人换补之后被屌堕。两边都有元氏的话，要针对后排，针对元氏，在后排，后排保后排应该是前排的东西。你是刺客啊？你是刺客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，对面元氏来打你后排，就是跟辅助一起围殴他。如果你对切后排很有自信，你就赶快去打后排，赶快去。你看现在安娜那个有催眠标啊，我们根本就不能随便靠近她。然后如果把她打到残血，她原地丢一个E怪，我们打不赢，很容易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你去咒元氏还比较好。出不了路，残压他。有没有补师？有没有补师啊？有没有补师？哇靠！哇，这个勾。他这边打不赢，那就只能抓辅助了。可是辅助安娜也要打你啊！小柠檬0524，感谢两个月订阅。精神有点不太好，然后我发现冰箱里面有一罐放了很久的 Rainbow， 然后就直接开喝了。退局比较顺，退局他们在台湾有自己的伺服器，但是那个退局的话没地方。很容易单排撞五排。还能追多少？靠！哦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死路西欧那小子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找不到，我找不到。
啊，慈悲。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都丢一了，把那个范围包直接召开。慈悲，觉得很危险。啊，等我队友。哇，别找稳伤，稳伤太大，点伤乱战。这边的话，看法拉大绝能不能杀好几个。法拉死了。哦，秒死秒复活！呜呜呜呜！马德逆转啦！续不得可以爆头吗？可以的话，我就变元世神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如果续不得可以爆头，那不用玩了，辅助要哭哭。顺过去是闪红色的、哦，那是造型的问题。哎，这是一块石板。光靠科学就能有人有人在问说。这张图有没有彩蛋？但好像都没人找到，也毕竟过了快一个月，都没人找得到。好想玩毁灭拳王哦，都不出。毁灭拳王叫 Doomfest， very strong， 历史本文。哦，这推，这推漂亮，你勾我就好了。先拉西欧，那不是推，那是那个震荡爆破。现在多坦正算当道了、啊，那你就想办法去赚能量，像那个蓝露珠就很好赚，好意思。有可能在不被勾的情况下，就是 poke 蓝露珠或 poke 第一把，然后再去开大绝针对后排。好，现在我们不用赢会战，我们只要。拖时间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很鸡掰，够好准。那个官方蓝天有说，那个次元勾要被改。次元勾就是在明明因为勾子会有点往前，有点像是抛子的方式去勾人，所以明明你看不到人家，但你却勾得到。官方可能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合理。会改掉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改。只是在那个蓝铁上面有提到，说哦，我会改，我会改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在送。队友，慢慢来。
奶。伊娃上场了，有敌人。哎、欸、屁啦，看他又从那边打到我。耳朵受不了了，怎么了？刚应该是那个火箭漩涡直接打到我的脸，给挂掉。等一下，还来一根法拉的。我没有在玩了，我有点偏跟风啦，就是看到宝可梦想玩一下，然后没有什么兴趣。精彩重播。噔噔噔，有没有看超贱的？人是可以在那个拦路珠勾到别人的时候啊，然后你就故意去往前帮队友挡那一刀。挡就是他不是勾了之后，拦路珠一定会开左键，因为他要秒杀那一只被勾的人，所以你就往前靠近左按一，他就会反弹到自己了。原本死掉的人不会死，然后他会扣血。这是控制类型，以后控制图会有四张，所以在以后比赛 ban 图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想要把所有的资源都砸在边控制的话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以前是可以啊，因为以前在那种对方套路很少的时候，那其实套路少的队伍打控制图是有优势。因为在八九月十月的 meta， 其实控制图都竞相对决，那反而在推车的话是比那种战术的，可以看到更多的打法，然后在控制的话就拼墙，所以很多队伍可能会把控制图直接全把它拿掉，就不想给你机会。对啊，猎谷帮阿森啊、小鬼啊、还有 B Boss 这些都播得很好。但后续有没有官方报名比赛的话，也要再等一下，因为现在一月底已经告一段落了，感觉到二月才会有新比赛。联赛的话不确定，因为暴雪的动作我们都没有，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啊，我们不可能知道的。希望能在年中三四月的时候就有消息，或者是已经开始运作了。因为像英霸就算没什么人在玩嘛，但是他至少三个月一次会有一次区域性的世界大赛。就是什么夏季赛、冬季赛、春季赛、秋季赛的话是 BlizzCon， 所以没有算在里面。现在都是打漓江哦，我觉得1-6-4的废墟不好打，然后尼泊尔的话是那个圣所吧，圣所不好打，第三张地图，圣坛是凸出来的那一张，然后漓江的话就偏练习量，我觉得是每个职业队应该都偏重一点。那其实控制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啊，就是拼墙、拼墙、拼墙、拼墙。LW Ray 的比赛，这支队伍很奇怪，有枪很废。
可能现在的 Meta 比较偏坦克版本，有些选手转不过来。可是，在两个多月的磨练下，因为多坦阵的体系是在九月的时候红的，所以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多月。如果选手自己没有适应，那是他的问题，他没有办法练出一个超强的勾肥、超强的地法，那他就会被这个队伍淘汰。这是倒是很可怜。你像以前那种超强的狙击选手啊，现在都看不到了，因为被改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、欸，好像六月多还七月。选择英雄，想要改一段时间。这三小。朋友，别担心，我就是你们的盾牌，我会活活被热死在这里。网络发生问题，让我们一起来。我到底是谁？一开始先抢这个回旋踢，开始不用急着上点了、啊。如果你抢到高地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出击。说真的，这个高地有点窄。好，我们人都跑了。哇，我的血，我的血，没血。没血，别人抢到了。这个聂宝是他取我的 ID， 但他也排到大师了，还没弄。小聂宝，我比你高分哦，现在也三千六了。哇，我们的安娜没有安娜，还是只有露西哦，这样补量会缺很多。小聂宝他的角色池很广哎、欸，不要小看他。不要太虚，我没有安娜的话很难打啊。不然我可能要换甲，换星星。你打我早死，你根本没人补我啊！还不如去抓后排。哇，这明明就水槽，哪会摔死？烂设计。传送器运作正常，能快速移动了。哦哟，换安娜，安娜。绝招准备就绪。绝招准备就绪。科学带来了奇迹。对，我们都死光了。哦，感谢微温力两个月续订。
如果没有加干爹群的，记得跟我说一下，我会再把你加进去。又来了，这版本因为肉多，补量也超重要的，有时候会，因为这样是因为地图小，没有地方绕，所以觉得补量会超缺。大家快到据点防守！法吉，法吉，死去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赢。哦，救我！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！应该头上会有一只76号，我们去把它留着哦，留着逃跑。这是啊，可恶的人，你揍过哎、欸，蓝影可能会开大哦，蓝影可能大哦，你离他远一点。取涅宝 OD 上分容易，可以抢角色。不是哦，很多人又私讯说：“哎、欸，涅宝，这是你吗？你不是在当兵吗？”这很靠背。加加加加。网路问题，他加不了。好奇怪，你等看我台。你看这边网，由于网路问题无法传送讯息，奇怪。好，这张图的话就是有跳台了。这边，呵呵。哎，会痛会痛会痛，有人叫醒我了。带带带，有没有内内啊？我反而比较喜欢这张图哎、欸，比较广，适合。下去！啊，下不去！可是他的跳台应该要再多一点的，我本来以为他的跳台会有。一整排，或者是每个队至少会有2到3个，就全部共用只有一个。他用这么创新的设计的地图，却跳台这么少，可惜。哎呦！跳台之后往天空虚无的干嘛、啊、就不用了。
起吧。护盾阵列设置完成。哈哈哈！把自己炸死。耶！双倍跳。哎，这个台阶会有限制的。我刚跳到空中的最顶，他不让我上去，就是天空上有一个隐形的墙壁，我们看不到。我的跳，我没有，我近战是用右键。看哦，加队可以，可以加队伍，获得一个新涅宝。哎、欸，哦，他要那个。哎、欸，欢迎来到靠腰啊！这是网络问题吗？这样。队长给我，队长给我。德瑞克，感谢八个月哦，八个月好久了。我们再撑四个月，你就有一年了。一年可以干嘛？一年就有一年。谢谢德瑞克，给蛙队长，快！那是 PTR 吗？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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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一年可以干嘛？可以裸聊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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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说，不好说。怎么收那么久啊？昨天小鬼看主任打 Overwatch， 坦位算世界级哦。对啊，因为他那中打玩坦也玩什么，补位也补到超强。只是中打好像有讲过，哎，就是他如果玩莱茵的话，那场可能要输了，因为输出没人玩。哦哦哦，是因为这个版本的 meta 那个坦克算比较强，如果没有人 main 坦克，如果没有人 main 坦克去打那场的话，会蛮惨。得个 tag 啊，就现在加不了没？44，哎，对好，给 tag 就好了。4460，哎，加入了。欢迎来到绿洲城，选择英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删了，抱歉，我只是想分享而已。我刚刚开粉丝团看到了。拍死啦！已删除。
哎、欸，我刚刚那个直播影片还没有上传到。没事。你看这个打他会跑出白色的液体。You。这个我要放在教学影片。哪一张？大学 ，college， 不愧是学电。我会照顾你。哎，问号。沟通吗？会听他们讲啊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说给屁给屁屁屁屁给屁。要啊！啊哈！我们这边有汉影加新梅塔，很好。啊，随便玩了。好呗，没踩死。可是比起路西欧，我更想要安娜。我重回战场了。又不是安娜的错，是西梅塔在雷。当我没说，西梅塔好 carry 啊！好大！哎哎！至少干掉一个，你绝吧！又是 shift 跑到那个跑到夹子里面。哎，其实路西欧可以躲在那个一楼底下，他只要提供灵气就好。然后那种乱战，你都看不到。可恶，闪光！可恶！火力全开！很痛，很痛！切克！这一次 rank 还没爬，我们等到手感恢复的那天再爬。九四啊，安安，九四八七，九四狂，哦，我们这个小聂宝还国中而已。我不
相信项羽这种败家之徒。我的人性并未消失。小脚闭嘴，小脚单挑狙击啊！然后都辅助来打我。哎，星星啊，干！哎呦！我们等熄灭他，把护盾放出来，我们可以。这个点上能打那。摸你，可惜领导。西梅塔，等你的护盾啊，等你啊！我绝不退缩。换成纳西欧，我的天啊，没有生命迹象了。流星要给我过来，红光普照。停掉，自由开火。靠，这是两个。火力全开！师弟，啊，西梅塔到底大局好了没？一场了，一场要结束了，一场要结束啦，大局还没撑出来。新地图的周边面积大，你这一张算吗？四足星就还好。安娜，报告。不是石碑的错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前排，然后我有女坦加星星，应该还好。没符啊，没符啊，这样子的。4、3、2、1，不完美。落下来吧。正在为绝招蓄力。我的绝招还在蓄力。哟，别冲地瓜！正在封锁目标区域。放心，我见过伤势比你更糟的。跳台我不要上去，因为我要在第一时间补队友，所以我上去只是找死。因为你会发现我射不到队友。不要躲啊！大家过来！
幸好他也是。哒哒哒！五星 Go Go Go！ Go Go Go！Fall back, fall back. 放心，我见过伤势比你更糟的。真实案例。要 C 了，我的绝招快好了。76号不要啊，吃药吧。哦，哎呦，他妈卡枪哎，打我！哟，好，就他们吸一波，他们没大了。研究所出来7万还蛮多的。帮你治疗了，帮你开启屏障了。这样太危险，险！火力全开！飞太远，队友去哪里？释放你的力量，我强化你了，上吧！呜，走！还有新干爹，和，感谢一个月，记得给我你的 line， 可以加我们的干爹群。新干爹一个月，你的 ID 太特别了。好，我们的小涅宝要睡觉了，小涅宝是要休息的。什么狙击又不是我的错，队友不选补哦。YouTube B，What's this？ 张大奶哦，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啊。看一下吉祥 po 的文，看，哎，怎么变那么大？看，曾经我们是那么近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曲 H1Z1。阿咪老师，请下音乐，好感性哦。
没关系啦，那个吉祥也可以去搬去优格家住啊，我觉得也不错，省房租啊，可以多收一个房客嘛。欢迎来到绿洲城，选择密码师。刚刚有人乱，刚刚那个新哥在乱打字，然后打 MAJ， 然后我想说这是他的赖嘛，然后我就打了，我想说，哎，怎么收不到？然后他只是叫我而已。那个玩游乐场就可以玩到星图了，游乐场。都是我们英霸时期的观众。哎，是啊。帮你开启屏障了。先抓他。小心，有狙击手。哎，那是谁的声音？哦，那是害影，害影的枪声。害影的枪声才那么爽。哎呦！单斧，只要把鹿鸠干掉了，就没斧。这技能六秒太长了吧？还好，哎呦呦，还有法拉，我想换脚，快点死！我换星星。控制很烦，就是队友不站一起就会分头送，变得无聊。护盾产生器预作战场，他会保护你。想不想？隐蔽弹就是。小心背后。哎，其实这边有个大五包啊，记错了。要接受药剂，就说一声，敌人进入视线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宝贝，红鱼。
哦，好痛苦啊，好痛苦啊！第一回合失败，怎么那么难打？比数0-1，没有哎。我会过好你们的背后。一把上场了。疆土很蛮短的。小心，小心！我一直在你旁边。野怪大跳shit。我靠！一起下来，火力全开，这是三小啦，乱玩呢，乱丢大局，没关系，这样要结束，看能碰到点，九啊，不行，哦，我刚刚超衰的，我先被右键，然后不能开技能之后，他大绝我，我再也不能开技能。碰到这种队友
怎么打低分？碰不到啦，碰不到。控制图就很容易这样子啊，就是队友一直死一只死一只，然后重整不了。你把它当快速玩就好了。我们反正几乎没有打 rank，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为了收集做影片的素材。我现在在录影，现在录了100多 G 了，很多了。一场一场录有点浪费时间，我都直接录整段。选择。我的滑鼠界面要不要改一下？为什么？我简介的滑鼠哦，简介的。好，我再改。我现在是用罗技的 G900， 有机会改一下。对啊，奖绿洲城的卢肯，感谢半年的续弟，哇，新年快乐！卢肯电玩展见，电玩展见。1月20号下午，我在 UB Fort 的摊位那边，但那个退取的见面会，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位置，因为实况组太多了，我可能比较我是过气实况组，所以我没有位置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如果有的话最好了，就蛮想去的。就算我没有见面会，我应该也会在附近晃一下。这个地方有这个。是哟。看一下被拉开血量卡住。是谁丢的？谢谢你。76号，你可以吗？打到好。正在占领区域。差个五磅呗。我重回战场了。哦，电玩展来gank我，我应该前4天都会到，最后一天可能不会去。1月24号我们计划要那个20古堡7马拉松，计划，跟谁你们应该猜得到。自由。我的魂はまだ燃えておる。然后1月10号的时候，我会去九面台那边，有那个九面的九件事。这都是 wins 啦，之前闪电狼的教练。哇，他去换那边啊！至少把那个弄爆了。这张图新面塔也蛮适合，够卢骁。Hello。我的绝招准备好了。绝招准备就是。我可以施展绝招了。靠！哦，没关系，踩到点了，逼我换脚哎！生气了，起码拿一胜来玩原始。
哎呀，可恶，被晕丢晕。哦，他从法拉换牛仔。对呀、欸。我想试试看这个、欸，我跳起来的时候，牛仔开，牛仔开大局会不会很酷？没沾到。等等，玩牛仔。啊，对。等到下一次玩这张图的时候，我要玩牛仔。然后我要在我开大的时候用平台，感觉很酷。白色的议题。照计划，模拟状况，一定就是出来。白灼翼。我靠！他在哪边看到我的？他从那边出来。哇，这样蛮猛的。我绝对要把握机会。现在可谢谢。别过，没勾是不是？哇，有勾了！真的不要乱惹拦路虎。太衰了吧！拖到时间他们跑来追我，没有踩点，太笑了。就结果论而言，我那个自杀是成功的，你们就不信？呵呵。干！继续战斗！想勾我？没秒掉，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好，韩总。声音是安娜加D吧？安娜很大。呵呵，哦，临死前还给他打。包。上镜了。
有人退取的 VOD 不能载，那我的 VOD 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面 ，YouTube 的可以载。如果你想要载 VOD 的话，你就只能用录影的，就是截取一块萤幕，然后把它录起来，最好是用 OBS。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冲刺的蓝鹰可以勾。冲刺蓝鹰本来就可以勾啊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蓝鹰冲锋的时候可以免疫控场的话，我觉得蛮特别。但是 CD 要再长一点啊，可能20秒，这样合理很多。就是 give or gain。三千二六，罗技 G900 无线滑鼠，好，改好了，改好了，改好了。DPI， 莉莉爱，大学是第二章，然后继续玩。等一下，我 DPI 是1600啊，1600啊，更低啊。改到我都忘记我 DPI 多少。我的原始比较快，我原始是10，然后其他的话是6。哦，你说改版莱茵的冲锋不能勾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不能勾。可是勾是控场啊，那这样子，那照理说这样子，你这样子说的话，麦卡利的晕能不能丢？还是说只有勾子改？勾子改的话，那样子。这边可以PO连结啊，可以啊，你PO那个 PPT 跟巴哈的就好。牛仔不是这张图啦。另外一张，我流血，血血。包装。对，我全死啊！是这样。队友怎么全死啊？我重回战场了。在混战的时候，那个谁应该奶不到我，安娜应该奶不到我。护盾产生器，快点！传送器运作正常。干传送器干嘛啦？对，我们就都没有补丝了。蓝二这招啊！靠，这是他妈低能儿哎！好，大家不要玩啊，没关系，这样我就摆烂，反正看人家摔死就好。
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你几分，笑你一下。加速治疗。5859，第二季没打，这季打几场？不是啊，他摆烂我也不玩啦、啊，跟我玩，玩了生气。是不是这张图啊？看一下，不是这张，另外一张。啊，吉梅马斯的。没补师，让 QQ。坚持你的信念，不要放弃。我会顾好你们的背后。五九还可以啦，只是他的态度给我一种铜牌的感觉。战场啊！让我来掩护你吧，小孩。虽然我被封在左侧，然后那边血扣超惨。前方有敌人的炮塔。更新的懒人包就是一张图，没了。哦，你说勾匪的、哦，勾匪的那个等改了再说嘛。现在只是在讨论而已，还没改。前方有敌人的炮塔。放心，我见过伤势比你更重。开始，给我一个背，我利用补位的能力啊。夜跑不是台主吗？俗话说，雷公三小，连驴子都学得会。闪光弹，不是，那是 B O T 打的，那是 B O T 打的，好吗？啊，就是。准备就绪，大家上！火力全开！看，准备！我可不打算就此罢手。
就刚刚没有玩到市中心，可惜。可是我们说那个情况呢是理想，就跳起来可以开大。但说真的，太也没有多高啊，也没有多高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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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今天只玩到十一点半，然后十一点的话会玩那个穿梭对决，很快就关了。卡住。欢迎来到绿洲城。这张还是需要入席游啊，入席还是比较强。没人玩坦，去玩。绿洲城是一个区域，那就控制图嘛。那尼泊尔这张图就叫尼泊尔嘛，也算。他图也有自己的名字，好吧？这张叫大曲。不对，是大曲。哦，中间除了会有白色的球，黑色的球之外，还有石板，这是随机的。哦，不，有分，我们这一方跟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应该就是那个球。哦，不打一般快速吗？不是，你去玩星图哦，你打快速干嘛？说真的，这个平台要抢。把人家封出来对决。摧毁对方的炮塔了。现在可见目标。太要过来。拿开去！拜拜！等我们下来啊！消灭敌方炮塔！哎。我要往前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哎，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抢大母包。我觉得要封门的话，这个区域蛮适合的。
因为要封门的话，你可以把别人的大母包变成自己的，然后你只要卡住这三个门就好了。蛮适合，蛮适合。拦路猪为什么叫勾匪？这暴雪都每个暴雪游戏都有一只勾匪。美罗兽争霸有，暴雪英霸有。哦，习惯都会叫勾匪。就像聂宝，你会说一个称号叫帅哥一样，会习惯性的用他最特殊的特征称呼他，帅哥。啊哟哟哟哟！哎呀，这张不是那个会跳起来的。今天队友怎么那么散啊？哎，这个大火包，靠腰。哇，没人处理这法啦，反正感觉吃不到的。这样不太适合，太广。像上一张的话，法拉那边直接机会没发挥。换脚了。哦，法拉也不错耶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那我们要去抢那个大平台。哎，折翼天使。哎呦！哎哎哎哎！高我，弹回来，弹回来，弹回来！来给大家看一个最酷的。嗯，啊、没事没事，快跑、哦！随缘撞，哇，我们大家超多，就是比较有命花。啊！死杀！好啊！这场仗还没完呢，狼魂要开始狩猎了！哦！踩住，踩住！后面是猪，点还没掉，没掉就好了。队友呢？好好好，队友都来了，送优势，随便撞，耶、yeah, ！往前往前，一样是填封门。
我的血没血。靠！啊，对哦，这对应真真真，法击，你们成了个大招。啊，没事。不能让他们占领据点。九六九七，好，自杀，耶。可是刚刚那个撞没有什么实际效益耶。如果我刚好飞的点的话是一个走廊，我觉得那还有用。照计划行事，如果有撞，三二一，靠！我被虚弱一枪秒四百血。九弟啊！对，有，后面，哦，差一点。有一个人在换一个坦克。哎呦！帮你恢复。可能补量够啊，就是大家对勾北的抗气太弱了，都没有人在顶他。不好生存、欸、一直扣血，也是啊，这样障碍物有点多了，还不如玩和尚，就是你可以边顾走位边补血。哇！逼退他们！哦，又被推下去，好爽！靠，白痴哦！
你是关闭关的，你都要死了。我正在封锁巨区，集合。跳台的话是四都第一，另外一张。晚安，晚安。哦，队友又杀人了，再死一个，再死一个。好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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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往前了。单坦真的是找死了，也还好啊，因为这张图有三张，所以不会很腻。如果只玩艾希瓦的话，就很腻了。为什么不选D吧？因为我想弄法拉。第一把弄太慢了，这是心情 emoji 的问题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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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那你半张要拿金武就不会被骂了。我那个直播影片已经处理好了吗？还没。有处理中。阿斯可以看了没？其他台看。我是看有趣的，知道什么？这张图做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跳台这个特色有点太少了一点，就三张图只有一张有点可惜。而且跳台这部分做的有点少，如果左右侧都有的话，我本来期望是所有人会在那边跳来跳去，12个人在那边乱跳，然后那边杀人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就是他在中间一个圆环，然后外围全部都是跳台，我觉得应该要设计成这样子，不然没有特色。跳台就那么端腰到二楼没有，就这样没了，很奇怪哦。水管加退取哦，因为我家的上传不给力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双实况，我怕会爆炸。等哪一天我可以负荷得了，先去问那个中华电信啊，什么时候网速可以升快一点。那我要升100枚是不是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哪一天我搬出去住，我就可以用实况屋了。但那一天应该蛮久之后了。这三图的评价，像大雪的话，很像伊利欧斯的景，然后四都星。四都星的话很像花园，只是摔不死。选择英雄。四都星的我要玩这个。另外一张是什么？公园。公园的话是高地吧。高地抢平台有点麻烦，所以这张图我觉得法拉是蛮适合的。法拉，然后和尚加安娜，或和尚加路奇。安娜的话是因为那个障碍有路有点多，而且其实大部分都在抢高地啊，所以平面战会变得有点累一点。
耶，没坦克，没关系。就是来雷的。100枚没有啊，20枚就够了。退局的上传也不会到多高啊。你台湾的网络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！哇！这场我只要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开大的时候你能用跳台。网络我们一个月599啊，60枚，上传20。哇，后面有补包哎、欸！什么20枚跑动 Overwatch？ 我不想回答你。请问这人生还真不平凡。护盾产生器运作正常。波界也跑得动。防御阵列设置完毕。哦，我有大，我有大。靠！小心打我！摧毁敌方的炮塔了。嗯，好，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么人很少。我只想玩一个东西而已。角色本身不是重点。准备喽，准备喽！好的。一滴是三角，好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记得壁垒是弹不了的、欸，子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Test test one two three。哦、oh, ，shit！ 帮我报仇，谢谢。啊，100%了啦，玩不到了。算了，我看队友被逆转。不要，我测试一下哦。哦，壁垒，壁垒可以，应该是要先短，然后再架。下一张，下一张。炮塔不是英雄，所以应该不行。这张玩完西美塔被选中。
是公园的。说真的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硬来。一瞬间就崩了，脸上还有一个炮台。知道了。等等我！发现炮塔。会把我打死！啊！到底哪一张新美塔好用呢？感觉这种大学太窄了。然后像这种地图啊，如果他没有在前期就拿到那个护盾产能器的话，就没有用。这张地图有点广。要啦，但补士到底去哪啦？啊！二楼被抢住了。啊，终于有大绝了！应该是发现炮塔。换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等一下是打大绝，那好用一点。这一张都好打。新地图上线了吗？还没。
我讲说这个很像伊利欧斯那个纸。哇哦，哇哦，好猛哦！啊，有补食了。你真的不能太依赖路西欧的补，而路西欧的补在乱战中真的有它的效益。阿嬤，毁掉敌方的炮塔了。好，王卡先救我！哎呦，我放盾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玩那个避雷跳跳床，应该蛮有趣的。精彩重播。感觉打游乐场都是这几个人。2017年1月6日，冤亲债主，无聊。干莫德又不一定要管聊天室，对不对？今天聊天室没很乱，还是有钓鱼的站出来。哇，那个阴阳师真的好红哦，现在人气100多万，感觉跟那个石器时代一开始的时候一样，突然火起来，然后就慢慢的下去，还是这个。人气有被调过啊？怎么差那么多？欢迎来到绿洲城。绿洲城。选择英雄。要一起入坑吗？阴阳师哦，手游暂时不碰。不要啦，会怕怕的。玩那种游戏就会花钱，看起来就很好玩。来，紫瞳花多少了？科学家就是乖乖的待在实验室。德玉，我很高兴有你来掩护我。外挂这么多，会去韩服吗？有啊，到中时就会去啦。今晚没中时啊。现在等级不够。我们就玩玩新图吧。传说对决呢？哎呦，我说不玩新手游好吗？传说对决是旧的。等等。
敌方炮塔。靠，这老包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看剩一滴耶、欸。刚应该是有一下的那个，一下伤害没打到，怎么都一样的人啊？发现敌人的炮塔，好玩啊！嗯、我比较喜欢日本选手，那鬼面是新的，我就随便用一下。十倍有大，有。干炮台啊！我正在占领据点，快过来！一分的炮塔了，气死我了！一滴，哎，快跑，快逃，快逃！哦，谢谢谢谢谢法拉，谢法拉，谢法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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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痛啊！怎么开大砍护盾？如果我没开大的话，我在室内打不赢他。敌人很快就要夺走目标了。靠腰嘞！充斥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。应该是因为那个日本选手他是史诗，所以比较难中。我抽了150枪，哎，超多了。你开到日本选手，然后我闪光有七支，我可以跟你换吗？命不同，要什么没什么。要人去抓啊！不行啊！这是新美塔。我要玩星星了，我要抓慈悲。这张图法拉至少还是比较不好发挥的图、欸。
想要陷阱，靠北。这个血量侥幸哦。还好没摔死。快防守基地，敌人闯入敌人首领。哦，这有狗熊。我尽可能避开拦路猪，哦，杀后排。啊，夹子惨。看拦路柱的位置，跟他错开。如果是靠那边，我要队友。哎呦，避雷！我操！哎、里面还有一个，下面是七六，看这里。遇到就好了。法克油，我等一下是打跳台，一样星星，我要去克那种二楼角。啊，这版本死神已经被地板弄爆了。如果你被死神弄很烦，你就玩地板，打不赢是你家的事。这座城市是科学家管理的。Shift 过去，左键左键左键，你六百血跟他换一遇，除非你射不到。现在第一把真的是没有会打输的，一打一哦，一打一哦，没有一直打输。蓝夜招杀，治疗就交给我吧，我来帮你。
掉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打完第一把，但我还是要玩这只。我要克那个石碑。队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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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！好，抓慈悲法了。啊，跳过去有三个坦克，吓死我！是了。专定一只，对啊对啊，星星这只是金鱼，很不明显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可以施展绝招了。滑走这边，这边超难看的。这样子好了，这样。只要你有复活啦，要不开啊，要不开啊，要不开，要不开，要不开。英雄有多少事？啊！又被贴身。我们到100%就好了，不用急。大家快到据点防守！哎，他好像有产生器。火力全开！提到慈悲，慈悲岛，星星乱锤。他们全部都75滴，真的不好打。就是要赢。不然就是有刺客，像我要去抓那个传声器啊。我想试试看新美塔，欸，效果不错。咦，这个我觉得没有，这是几百年。
剩一个。世间我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，不给糖就倒。我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。这是星图吗？不是。来到绿洲城，选择英雄。寄生果是那个什么？鬼神童子吗？是不是？很像哎、欸，禁果。牛仔跳台可以开大，可以。凝视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。正是开战时刻。这张图我不要玩，好吧，下一张。坚持你的信念，不要放弃。算了，把西面拿好了。玩点新东西。怕猫咪安安。哎、欸，是可以在空中开，也可以。我们刚刚就是空中开。新手拳没拿到，这里有敌方炮塔。我的哨戒塔被摧毁了。为啥看得到我？好准哦，有点恐怖。我的绝招快准备好了，快点用石油开火，脉冲波了。哎，炮塔这样子的人真的击败。好多了。过不去。绝招准备完毕。逆转喽，信不信？要什么在低端场胜出哦，把对面打爆啊！你单兵脱离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很好玩了。你要专注练一支你会的，后面他讲。维系卡器。
企业一定会希望能来这里看看。你像一练是海莱茵，你专注玩它，那就很好爬。有像这种非主流的，除非你有玩它的一套学问啊，不然你只是冲过去然后送人。最好是可以玩可以 solo， 就像蓝露珠、查理啊，哦，法拉的话也行啊。靠靠靠靠！我会修正先前的失误。现在可占领目标。举手。嗯，还好。他蛮准的。少界塔就位。入侵。从虚无又是你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绝招蓄力，正在为绝招蓄力。护盾产生器运作正常，防御阵列设置完毕。少界塔设置完成。自由开火。产生器都放了，再输那就没关系。正在调整防御系统。哦，喏，这个能保护你，使用电磁麦克风，快点站住！下来啊，下来！开始！从攻击化为输出，我的手！提高音量，不要等目标，发射起来吧！啊，好多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神器还在，那应该还有机会。嗯，死亡。对，会陷入一个抉择啊，究竟有没有人要去抓我的护盾神器？那可不可以找到呢？其实我放位置还不好找。造界塔设置完成。76号，哎，活着哎、欸，反正产生器爆了，没关系。产生器多按两下 Q 就会切换。第一个是传门，第二个是产生器。正在调整防御系统。靠！队友，活得住吗？
虽然这波会战，是我们还有一波会战，还有最后一波。不怕不怕，你这个屌西，可是我可以存到传闻吗？啊，不行了，对，哦，啊，风中还有一只，有控点九七九八，踩住，有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啊，被弹开了 GG 啊，最后产生器被拆了，我觉得应该放在我们家门口，因为我放在那个一楼底下。干嘛打问号？啊，就过不去啊，被弹开嘞。别看屁，看内文。哎，最后一场了哦，我先准备一下。哇！我忘记我的 iPad 是不是还有电了？ iPad 哦，还有34%，那也行。传送门没有被拆会显示回收，那就是因为那个点过了。假如说 A 点被破，守 B 点，那它会回收，它会还你。全球最大绿洲城上线啦！很久之前改的钩子，我记得有改过，有改过一次。要看阶段欸，钻石后面的话，我觉得安娜有差，输出上面。就可能你们家的莱茵往前冲的时候，安娜可以丢个一罐，然后让整团的坦克去往前压，这个差很多。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断奶。像是说莱茵会放盾丢一压，如果你可以抓到时机丢到一罐，然后断到两个人奶，我觉得莱茵就可以冲了。看你们阵容是莱茵加女坦，莱茵加勾肥，就是反正就是莱茵在冲的瞬间一定要有保护技，或者是控场，因为在冲的瞬间的时候盾牌没了。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屌特去帮忙辅助吃伤害，或者是中断人家的输出？啊，当然如果人数优势的时候，你就是盾往前压，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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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不得，然后看对方跑的位置，能杀就杀。因为但没有大绝的时候啊，如果人数优势还输，就是会占站位的问题。
觉得蓝露珠起码就是看到就要勾到，对，不是说什么勾有命中率，一定要看到就勾到，不然就是贴身左键要很准。欢迎来到绿洲城。哎，大雪，我要去玩我的新美堂。上一场是我的失误，这场就不会了。午休放大时机，就是队友都在的时候。最棒的就是对面开战，然后你们没有死半个，然后在乱战的时候开大，那是最稳的。因为乱战的时候，一旦你的所有英雄多了300血，那那个角色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，好吧？对面反杀，还可以骗对面大招。你好。小心哦，这边很容易开始遇到人，遇到一只猩猩，吓死我！盗界塔设置完成。屏障飞机，拜拜。哎！急！没关系，我会再赢的，我会再赢的，你杀我没关系。老公不要送走了。死亡是虚幻的。哎，看到你啦！哈哈哈！我先的。85%咯，非常 OK 的。防御系统已就定位，释放耐力强化。绝杀是无敌射。自由飞过。不要啦，我还没开大哦。好，我要放我们家里面，因为我们这边优势。我的工作尚未完成。我试看放这个位置。护盾阵列设置完成。有，队友吃得到，退一点就好了。想不想我？哎呦！靠腰。到。
是一时大意。我的少界塔被摧毁了。最后一波喽。哎。打了吼，啊，好粗。哦，会再赢的，会再赢的。每个人都七十五血的效益真的很高，原本能打赢的都被打输。哎、欸，尾刀。你会没事的，延长。不久，哎，基本上在后手方面就是有。第一回合，自由。胜利。比数1-0。这一张是，看一下。无形哦，这张不要，哎，这张可以玩，这张可以玩。你好，你好啊！应该在乱战的时候出来的，一开始出来就找死。我要等到有大才帮队友拿优势。我的工作尚未完成，我可以施展绝招了。逛街，少界塔开始运作。打开杀戒吧。护盾产生器运作正常，他会保护你。自由开火！啊，被吃掉！你的力量如何？
正道。哎呦，人家有结婚又没什么，对不对？换脚咯，放个低吧。绿，因为我的还没被拆爆。马上回来。只是有扎利亚的话，我觉得出新美塔的效益就不高了。因为我躲剑会被挡，我的躲剑会被挡住，伤害就不能累积。啊！完了，被打了！好妖！换一只，换一只，换一只！我换的话，他们的护盾都没了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会修正先前的失误。我锁定你，可以哦。7899，好了，我们今天 Overwatch 开到这边结束。哦，我们十一点要玩传说对决了，感谢各位。拜拜拜拜，我们要玩手游了，各位。要我找一下。你在哪里？我找到，我找到，我找到。春风不解风情。难道少年的心，像昨天脸上的泪痕，被记忆风干了？嘟嘟嘟嘟嘟嘟。